来到中国，辣椒并没有第一时间成为佐料端上餐桌，相反却成了园林中的盆景。这是二荆条，这是满天星，这是灯笼椒，小米辣、朝天椒、美人椒，不管您吃不吃辣，不同品种的辣椒每天都会变换着各种形态，总有一种会悄悄潜进您的食谱。本土的麻，外来的辣，如何出现在一口锅中？梦幻联动又如何在平凡的岁月中成就出激情燃烧的味觉体验？走，我们一同出发，品味痛并快乐的无辣不欢。说起吃辣，有一个城市绝对有发言权，那就是重庆。重庆市綦江区90%的饭店都在以辣作鱼。这是一种当地名菜北渡鱼。眼前这个忙碌的男人叫王琦，主理着綦江最早的北渡鱼餐厅。起锅、烧汤、下鱼块，王琦对北渡鱼的每一步都太过熟悉。辨别火候不用尝，只需铁钩轻轻一戳，细微的阻力足以分辨。做北渡鱼有两个步骤，做鱼和炒料。配料的比例、火候的拿捏，王琦重复了无数次，伸手就能感知锅的温度。1999年，在他苦练4年后决定出师，但师傅却给了他这样的评价：你这叫什么北渡鱼啊，你只能是北渡鱼，不叫北渡鱼。他就觉得很怪啊，为什么是啊？他说你看，一个形式有了，味有没有了，外面的东西有了，里面的东西有没有了。同样的鱼，同样的调料，为什么自己做总是欠缺一点东西？他不明白问题出在哪儿。学徒第5年，一切又从零开始。从零开始就意味着要重新认识每一位食材。辣是北渡鱼的灵魂，为了达到标准，辣椒的处理必须极为严苛。高温快速脱去水分，保证香味释放的同时，也让表皮变得干脆。提香的灯笼椒与增味的小米辣在锅中不停翻炒，稍有停歇就会变黑焦糊。炒制完的辣椒只能算预处理。王琦将他们带回市场，因为依然这样处理辣椒的人在重庆超不过10个。相比于机器研磨，上下挥舞10多千克的铁杵并不轻松，但为了保证味道，手工有时候确实无法替代。机器无差别地将辣椒全部磨碎，而石臼只会捣碎辣椒皮，完整地保留籽。皮提供视觉的红，籽中的油脂
则会在加热后散发出辣的油香味儿。重庆人麻辣不分家，他们吃辣也吃麻。花椒食用时以每秒50次的频率产生轻微刺痛，触发神经。这种口感就是人们所熟悉的麻。这是将军花椒吗？市场中各种花椒因产地可以分出10几种门类，不同的气候湿度又会滋养出不同麻味与香味，但这都不是王琦的标准。如果不是那次失败，他或许并不知道一粒小小的花椒竟然有这么多讲究。筛选半日才欣喜地找到这一捧花椒只有一颗带籽。花椒开口越大，籽的掉落就会越多。极品北斗鱼要求花椒开口率必须达到95%以上。100颗花椒最多只能有5颗带籽。王琦近乎偏执地遵循着师傅定下的规矩。有了极品花椒还不够，还需要在热锅中不断焙火，去除存放时的潮气。高温也会使皮壳中的油脂逐步释放，香气得以激发。此刻花椒皮慢慢变皱，温度的把控至关重要。火大会糊锅，火小香气难以充分释放。炒制的花椒还需手工磨碎，这样的研磨精度在机械看来绝不合格，但对于口味，机械总会千篇一律。手工研磨总有粗细，粗颗粒保证咀嚼时的口感，细颗粒肩负着麻味儿。一颗花椒虽是微观世界，却也包裹着大千世界。在綦江，人们吃的鱼大多来自水库养殖。如果想吃得鲜，就得专人去撒网捕捞。王琦选的是自然生长的花鲢，这种被戏称为胖头鱼的鱼类。加入50度高粱酒，鱼肉的腥味
来自肉中的醛类物质与酒中的乙醇反应，加热后便能一并挥发掉。冷锅、热油、辣椒酱、猛火、红油、鲜两，所有的配料都已准备妥当。学艺第八年，黄芪再一次向师傅汇报。汤底沸腾，腌制好的鱼块投入锅中，小心控温，火大鱼肉变老，火小难以断生。这一步直接影响到鱼肉本身的口感。原汤回锅，花椒碎注入跳动的麻，辣椒碎点燃口腔的烈。一道北渡鱼从下单到上桌只需8分钟，但明白不同食材间的组合，黄芪花了8年。两次从零开始，所谓新传，除了世代相传的手艺，还有对辣味的极致追求。也正是这份近乎执拗的较真儿，才能在重庆这片美食江湖中捕获一批又一批嗜辣的人。